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950双加57，现在已经打成了18段。帽子的话无级别特技流云18段，腰带的话无级别光辉之甲啊，腰带的话19段，腰带的综合器械没有 bug 啊，武器第一，腰带第一，帽子无级别大特技，鞋子无级别大特技，衣服的话是一个18段啊，综合属性的话300295厨房，单加47、48点魔力的一个衣服啊，极限法。